大家好，今天很荣幸呢，我们燕双呢来到我们正道之家，那让我们呢听听我们燕双美女呢给我们分享一下她和我们 Q 特美丽家的这个感受，请大家帮我分享一下。那个群里的伙伴大家好，我是燕双哈，我今天就是把我自己喝 Q 店的感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早期的时候，因为我每个月月经来的时候肚子很痛，那我必须要吃那个经痛的药。那因为没有吃药的话，我就真的没有办法。然后那个以前的我的量跟颜色很重，很不好，然后量呢也是有不太好。那自从我喝了我们这个 Q 片之后啊，我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我肚子不痛了，我不需要再吃那个经痛的药。然后我现在的颜色变得很漂亮，很鲜艳，量也跟着增加了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我身体上的皮肤哈，会有那个一粒一粒的，就是小疙瘩，就是摸起来粗粗的。但是我经过喝 Q 店，差不多喝了两三盒之后，哎，无意间我有一天我就在没事，就是在那边摸摸我的手臂哈，哎，无意间摸的，哎，奇怪，我的小疙瘩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变得那么光滑，那么漂亮？会让我感觉很开心，很漂亮。那因为疙瘩不见了，所以摸起来那个皮肤比较细、比较嫩，又比较滑，所以就太开心了。我们这个 Q 10实在是太棒了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使用我们的 Q 10。感太谢好大了，家。非常感谢燕双，谢谢你的分享。